有漂亮的画可以看吗？嗯，等下给你们欣赏。哇哦，哇，好好看，谁画的？嘉俊画的。天哪，你们等一下可以期待一下我画的。我觉得这墨笔画的比较好哎。是谁铺你？他铺你？谁铺画的？哎呀，我看，我看，我看。这墨是画的比较好。你看他笑容渐渐消失。哎，你怎么能？哎，他真的笑容渐渐消。抽象的，你用手指画的吧？真的、啊。对啊，我用拳头画，就这样。嗯。其实两个都画的还好，但是没关系，就体验体验一下。哇哦！哦，这有美到、这个。你猜一下哪一个是谁画的？猜一下，猜不到今晚没得睡。他看到名字了。嘉俊啊。看到名字了。可以的，就你们是交换画作，就是他画他的，然后我画我的，然后互相送。对。啊。啊。欣赏一下。哎，帅耶！猜一下哪个是哪个人画的？嘉俊画的，真正画的。那个 X 没有挡住了。对呀、啊。没有 X 没有挡住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他以为我是画啊、抽象的，所以那个真的挺抽象的。对。真的太抽象了。还不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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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。对，还不错。所以是会挂在这里。那是可以挂在这里先，然后。对啊，可以挂先。那就贴对联的来挂了，你们挂吧，你们两个挂哪里啊？对，要亲自挂这里吧，放就放那个相框里面是吧？这里吗？哇，放左边就哇，哎，这样这个距离看真的很好看，哎，这个距离看真的很好看。嗯，这么远干嘛？能不能靠近一点？两位，可以。好，耶、yeah ！大家早点休息。欢乐的时候过得特别快，爱惜身体。